今日你跟随的是哪个呢？就是这位谦卑的上主，我们这位义仆的主耶稣，他甘愿谦卑为人，进入人间。他的脚踪呢，按圣经的讲法，就是受苦的脚踪。今日你有没有试过你人生里头是为义受逼迫，是为了要遵行父神的心意，你不惜是付上最高的代价？因为这位的主是那位呼召你也都呼召我，我们进入他这个荣耀的国度，就是要领受上天而来的，来自这位天上而来的异象。上帝要他儿女们看见历史的终局，人生的终局，我们有一天要面对上帝。你怎样能够好好去交账，是在乎你今生你有好不好把握机会，用上帝给你的健康、恩典、时间，我们去作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到讲阿摩斯书第八章之前呢，我很想跟大家先来到去看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麦哲伦这位先生呢，大家知道是很出名的，是西班牙的航海家来的。他即是他活着的时代是16世纪的。当时呢，经过13世纪呢，这个所谓罗盘的发明呢，就是现代的指南针的前身来的。让很多的探险家，他们就可以去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在沿海很多的地方呢，他们曾经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他们就尝试呢去探测出来。对于麦哲伦先生，他当时呢就是好想打通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这个通道。那时未有巴拿马运河的，他需要呢，结果他走到去这个南美洲南端的地方。那当他去到这个的、地方，他找到这条海峡。那这条海峡没出名的，到现在都这么出名，因为那里呢就是海浪很高的。那些风暴呢是这么犀利的，你就算现代的游轮呢都没什么人会走这条海路的了。那你看见呢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呢让你看见呢，这个是在阿根廷以南，这个就是麦哲伦海峡。他会通过这些岛屿之间这些地方，然后就出回去，就是这个太平洋。以前他不是叫太平洋的，16世纪以前呢，这个地方叫做南海。但麦哲伦经过了风涛海浪的这个处境之后，他发现咦，这么平静的这个地方，这个情况这么平静，所以呢就命名做你好像没有战争，很太平、风平浪静。在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是历史的一个事实。原来在1520年的时候，11月28号，麦哲伦打通了这个往太平洋这个的航道的时候，他已经在海上航行了14个月。那他以为呢，按他手头上的资料，太平洋不会很大的啫、但他估错这个的、其实当时呢他手上的资料是错得很离谱的。当时呢甚至人以为这个上面的墨西哥和这个的日本呢，以为是很近的，以为相差只不过呢就是100英里。那么何止100英里呢？墨西哥和这个日本，太平洋是绝对不小的一个海域来的。那当时他不知道，所以呢他带着那些船上那些的粮食呢是不足够的。那他过了这个的麦哲伦海峡之后呢，他就以为他们去多几日就可以登陆的了，一些岛屿。但他想都想不到，原来不是几日，过了6个星期他都未找到岛屿。而当时呢他已经缺水缺粮，他整个船里面呢那些的船员开始有病，因为呢那些食物也都腐化，也都有很多的、虫呢来到是滋生，甚至有些船员呢就是患了忧郁症，船员开始甚至是吃老鼠，他们那些牛皮甚至当食物来到去吃。那整个的事件呢，给我看见，直至到1521年3月6号，
他们才可以呢安全抵达关岛。但是原本估计4-5日这个行程呢，结果花了3个月20日，牺牲多19个船员。到到最后他结束这个探险旅程的时候呢，他们原初238个船员结束的时候，请问大家估下剩下多少个生存得到呢？原来只是剩下18个人。这个的代价真的很大，甚至呢连麦哲伦先生他到最后在菲律宾一个的部落的战争里面呢，他自己都身亡。那问题出在哪呢？当时他有罗盘，他有这个方向，但可惜的他是没有这个正确的地图，他所能够掌握的资料原来是错的，以致他的准备也都错的，估计也都错的。我们今天人生去面对这个的好像大海汪洋一样，你需要的就是要跟随我们这位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帆，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头里头来要奔跑。我们今天不单止要有这个正确的方向，我们是需要上帝藉着就是圣经的说话。圣经的说话是屹立不倒，经过这么多年的历史的洗礼，甚至有很多人尝试去批评去攻击神的话，但他仍然屹立不倒。原因就是神的话是不会出尔反尔，圣经在里面记载所有上帝的预言全部100%应验，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存着这一份的信心。我们今天仍然相信神的话能够靠着祂的应许，祂这些生命的粮，叫我们饥渴的心灵得着满足喜乐。弟兄姊妹，你今天如何去尊重上帝的说话呢？在我们看亚摩斯书第8章之前，让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祈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来到去感恩，因为你为我们所存留的是你宝贵的说话，叫历世历代的圣徒虽然他们人生都会遭遇不同的试炼艰难甚至一些的危险，主我们仍然相信你的话语，它是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也都让我们每一日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以致我们不会迷失在我们人生的这个汪洋大海当中。主我们愿意将落去时间仰望在这个手中，愿上帝亲自向我们施恩，个别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来到说话，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让我们先一起来看亚摩斯书第8章，整章的圣经就是去预告了上帝要灭去以色列这个亡国的命运已经定了。我们一起来看头三节这个段落，我们一起读。主耶和华又指着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亚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第一个段落是揭示了这卷书第4个意象，讲一篮子的这些夏天的果子，就是以色列他们一个最出名也很普遍的无花果。7-8月份呢，正是炎热的夏天，他们开始成熟，果子成熟的时候就要怎样？就要收割了，是吧？你不收割就坏了。这个果子成熟的里面呢，让我们看见就是跟上帝要来的审判是对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耶和华问这个先知，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是一篮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问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果子和这个结局呢，在原文希伯来文呢是很相似的，他们的发音也都很相似的。这个相似的地方是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原来是直接有关系的。上帝讲这些果子
同呢一个以色列佢哋国运啊嗰个结束系成为一个等号，即系话成熟啦，上帝嘅审判嘅时间亦都到啦。嗱，所以咧，我哋睇见到呢一个日子嚟临嘅时候，佢哋嗰啲嘅诗歌会变成哀号，有好多嘅诗幻片嘢，就系佢哋亡国出现嘅呢一个嘅情况。这个意象是很清晰的，透过这个文学的技巧，透过这个相关语调、果子和结局，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很清楚的名言没得更改。那你说上帝为什么还没得更改呢？因为如果你有读阿摩斯书，由第一章开始到第七章，上帝是多次透过先知已经传讲他的预言、警告、劝喻，叫他们不要三番四次你们犯罪了，你们回转啊，为什么你们还要在你们的罪行里头不肯悔改呢？上帝给足时间，给足这个机会他们，可惜神的百姓却是沉迷不悟。这个很可惜的，带来就是第二个段落，审判的原因。审判的原因我们一起看第四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卖贫穷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请大家留意，上帝一开始就来到讲为什么他要这样审判他们，因为主因就是他们这个时代，他们国家里面出现的这些权贵和富商，他们是欺压那些贫穷人，他们要他们好像消灭一样，他们不当他们是人，他们当他们好像一个生意上的筹码，是来到去作买卖。我们要留意，今天基督徒可以营商，我们营商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你的手法是不是用正当的方式，而不是用这种诡诈的 手段。上帝说你要听我的话，这个就是审判的那个的定案来的，你们却是在怎么说呢？是你们自己说，这班的富商权贵的人，他们说、我们有守月朔的，就是那些节期的、每个月的初一他们会有祭物带过来圣殿、安息日他们都有按时去遵守，外表上他们是一班很敬虔的人，但上帝说你们的敬拜是虚浮的。上帝检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是只是看你带来的祭物，是先检查，就是献祭者的生命。这班的献祭者，他们本身的平日的生活，他们只是以为用祭物去贿赂上帝，上帝你不要看我平日我怎样做生意、上帝怎可以给我们收买呢？上帝在这里说，你们挂住的只不过为了要作买卖，你们怎样买卖呢？卖出的用小升斗，即是你卖给人家的东西，一斤的菜你不是用一斤的升斗，你是缩小了的升斗卖给人，够称的了，其实那个没有一斤。但你们收的钱呢，用大等子、加大了的，我要收回十两银钱，但是呢原来你加大了个等子呢，其实你收十两呢，不止收十两，你收到呢可能二十两，这些是暴利啊，这个是诡诈的、天平不是正确的，甚至你是当人的生命都是很贱的，贱卖作买卖，好用银子买贫穷人，用一双鞋就可以换到穷乏人，甚至将坏了的麦子都卖给人。上帝说这个就是我要控告你们的那个的审判的这个的原因，这个罪行是很清楚不过。正因为此，我们可以看呢，他们这些罪行可以用三句说话来总结，是他们假冒为善，他们守神的节期安息日，但他们没有活出平日信仰道德的生活行为，
他用伪造的良器，这个是欺骗的手段，他将人视为物件，扭曲了人那个的价值。这个是人贪婪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上帝的眼睛所看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都是宝贵的。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先知继续呢来到去宣讲上帝的说话，让我们看这个第七节的时候到十四节，有五方面上帝这个审判的预言。第一方面，第七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起誓话，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上帝不忘记这些子民所犯的罪，他很肯定的，他一定要追讨他们的罪。指着雅各的荣耀，这个是第三次在这卷书出现的，神要起誓。在第四章的时候，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第六章第八节就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而第三次在这里出现，三次的起誓都是跟上帝要审判以色列是有关系的。但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他这里指着雅各的荣耀起誓，不是指着神自己呢？原因就在前文第六章，雅各他看自己这些的荣耀，他成为他的骄傲，他以为他们今天国家富强，他们的经济繁荣，他以为这一切是因为他们的国家领袖给了他们这些好处，而他忘记了这一切都是来自上主的恩典，所以他们自骄自傲的时候，他忘却将荣耀归于神。神指着的雅各的荣耀其实根本是属于上帝自己，上帝这样讲也都是讲明人不可以自夸，我们要夸的只是我们指着我们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去自夸。上帝要他的子民看见，他要来追讨他们的这些的不义的行为。所以这个必不赦免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即是所谓审判。第二呢，就是他们会有地震，他说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像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涌上落下。大自然那些的灾害呢，不一定就是说是神的审判，所以你今天见到某个地方如果有海啸或者地震，你不要立刻就说 是因为你们那里的人呢就怎样不好了，神要审判你，不一定。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要审判他自己的子民或者列邦各国的时候，他可以透过大自然一些的征兆是去警告人，而在这里是很明显的，上帝说会有这个的地有震动，让你们知道那个震动不是普通的一个震动，是好像尼罗河这样翻腾。上帝就提醒他自己的子民，就是这个是他的审判。正如主耶稣他说，他回来的时候之前呢，这个世上会有多处饥荒瘟疫，也都有什么，有很多的地震。今天我们看到真的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是更厉害的，这些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也都有些人会讥笑基督徒，你说要等耶稣等了那么多年，请你尊重圣经的说话，圣经没有任何一个预言是会落空，圣经是有多处的经文去讲明主耶稣第二次一定会回来的，不单止新约，旧约都有。但以利书第七章都预告这个荣耀的人子，他有一天是要带着这个权柄能力去降临在地上，所建立的国度是永远不会再是消灭的，因为这个不是用人手建立的国度，是神的国。当我们今天很清晰上帝在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的蓝图，我们看到历史的进程，也都看见我们人生我们不同的遭遇的时候，请大家都有这一份的醒觉，不要呢来到误解上帝。其实上帝不是一个所谓的，是不是只是喜欢去惩罚人的一个上帝？其实上帝往往在他很重的出手底下，就好像一个父母见到自己的仔女
明明行错路，明明做错了一个决定，他好心痛，他好想挽回他，好想劝喻他，阿仔阿女，你不要再来到去走这条不啱的路。所以做妈做爸爸妈妈的，他甚至可能要出手去打自己的仔女，都是为了希望他醒悟过来。但有很多人就误解上帝，包括基督徒在内，他会顶撞上帝，他的人生遇到这些很大的苦难或者一些迷茫的时候，他就觉得上帝你去了哪里，或者上帝为什么你不帮我去解决这个前面的难题，他在这里埋怨神，他甚至离开了上帝。今天我们这个世代都有很多这一类的信徒，他需要再一次被挽回。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严重性，我们同样有这个醒觉。上帝在这一段的经文讲到第三样东西，对他子民那个的审判，就是第九到第十节讲到这种黑暗和悲哀。我们一起读一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到那日就是讲他们亡国那一天，神的审判一来的时候，可以说呢遍地都变为黑暗。神的审判来到击打他的子民的时候，黑暗无光，因为这个战争的一刻，这个很强大的亚述国当时就将自以为国力都不弱的北国以色列就倾覆了。这个发生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昔日的先知阿摩斯忠心的去讲这些的预言是必然会发生的。你看这段经文，上帝说我必使日头点点点，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成点点点，其实歌曲变为哀歌背后都是讲上帝是去主动要你们经历这些事。他当时是很沉痛，就好像不见了自己的独生儿子一样，他失去的东西正正是因为他们犯罪所招致的上帝的审判。这些的痛苦的日子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怜悯，所以请大家呢不要错过下一堂的讲道，讲约阿摩斯书第九章的时候，因为如果你看到第八章，你只看完这些审判，你不看完第九章，你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在第九章结束之前，就是说他要来到重新去恢复和建立修补这个破坏了的大卫的帐篷。上帝要重新建立他的子民，将他从秘掳之地要将他们聚集，要回归回这个圣地。上帝出的所有的预言都在历史上这样陈明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一段沉痛的这个的是审判的结论的时候，请我们不要这么快就再一次误解上帝他自己。在第四方面呢，十一十二节都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审判。我们一起读一下。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边，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在这个第十一节里面，其实阿摩斯书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说话，上帝是在他审判之日，饥荒是因为这个战争你要导致到他们要经历的，但最可怕的不是这个肉身上的饥饿，是他们灵性上的饥渴，是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请大家留意，上帝有没有给说话他们？在这个亡国之前，其实上帝已经透过不同的先知对北国已经作出很清楚的宣告，仍然在他们的当中。我们看回阿摩斯书由第四章讲他们怎样三番四次的犯罪，到第六章他们仍然不肯回转，
上帝是要击打他们了，他们都不醒觉，这是很顽梗。你今天做父母，如果发觉呢管教儿女令你最心痛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教极他都不醒呢？一个人最怕就是他是一个很危险的境况，但他都不知道。我们今天看上帝，他的心都一样，他是要用亡国这个 很重的手去叫醒他自己的子民，要他们知道是因为你们的罪导致到我连我自己的圣殿我都愿意不顾，都愿意是给外邦人来到推诿。日后南国的犹大的命运都一样，是因为他们背弃神去拜偶像。所以这里讲他们后来呢，他们漂流了，去到不同的地方了，他们仍然想寻求耶和华的话都寻不着。是不是真的他们寻求耶和华的话寻不着呢？是因为他们找错东西。其实这个听耶和华的话不是只是讲听觉，这个是来自他们犹太人在五经里头的传统。生命记六章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所有犹太人他们每一日都会背诵的一段经文，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你独一的真神，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做什么？爱主你的神。原来上帝的心意要我们不是只是听，在这个听这个希伯来文叫做上妈这个传统底下，是包含了你整个人，你整个人不是只是耳朵去听，你整个人听神的话，就好像将上帝的书卷吃了下你的肚腹一样。神的话令你扎心，神的灵在你的心里面来到激动你，上帝的灵光照你，看到你深层的生命里头那些污秽、那些黑暗、那些悲伤的地方，上帝要你向他心存诚实的心，你回到他自己的施恩座前，你说上帝，我在这里，请你来到去施恩与我，你来怜恤我。今日上帝要我们不是只是听，有些人很喜欢听到，但他奉旨没有一个的 intention， 没有一个的意志，没有一个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去实行神的话。这个不是听到，你不是只是想听一篇好听的道。今日我相信神的灵要藉着这篇的信息，要揭开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一些的黑暗的地方，或者一些你认为很伤痛的地方，你的伤痕未得医治的话，上帝说你不要走开，我要你面对这些的事实。今天神就是要他自己的百姓，你要真正去聆听去实行上帝的说话。我们一起读一读最后这两节圣经。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刚学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士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负倒，永不再起来。我读到阿摩斯书这一章圣经的结尾的时候，我最心痛的就是这两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两节讲的什么？这两节不是讲的只是他的亡国，到那日，是啊，但是你看看讲的哪班人，就是以色列的将来，就是讲这一班的少年人，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这个是以色列人将来的盼望来的嘛，是他们的新生那一代。但这一班新生的一代，他们刚学发昏。为什么刚学发昏？是因为他们心灵里头是饥渴，他们找不到真正叫他们生命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迷失了他们人生的方向上面。像不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青少年人？你看看我们今天香港，为什么这么多中学生忍受不住那些压力，他想不通就走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惜这班少年人他找的是什么呢？三个地方都错的，都是北国撒玛利亚那些的牛犊。
罗伯安一世，耶罗邦一世在建国的时候就起了这些金牛犊，一个摆在北边的这个但，这个但不是那个连接词来的，是那个地方名，但就是北国，别士巴就是南国。当时耶罗邦一世建立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在但和在这个伯特利就分别摆了两个金牛犊，叫以色列人你们不用回去耶路撒冷去献祭，你们就在我们北国里面好好来拜这些假神，所有 A 货呢都不是真的，模仿得几次都好，大家不要去享用那些啦，是吧？你想想是吧，今天我们最怕的就是 A 货的食物，特别我们有些中国人很聪明的，鸡蛋都不是贵，但我们每天都很多时候会吃的食物 有假蛋，是吧？有些粉丝都假的，啲发菜又假嘅，仲有咩系假？豉油都可以假嘅，米又假嘅，哇！咁啊，食咩好呢？咁我最近亦都睇过一个资料，佢讲连国内有啲五星级嘅酒店咧，嗰啲油都假嘅。我哋最怕嗰啲地沟油咧，哇！咁你话第时咁点算咧？去旅行嘅时候带埋啲油要去啊，带埋啲山果去啊，因为入到如果嗰啲国内嘅，摆出嚟嗰啲布菲，哇！啲苹果又靓，原来越靓咧，你越唔敢食啊！点解连昆虫都唔食嘅？嗰啲系俾你食嘅吓。咁啊，连嗰啲西瓜食落去咁甜嘅，因为打咗针嘅吓，咁啊又俾我哋食。咁我哋如果每日都食埋呢啲 A 货嘅嘢咧，真系即系当然可能翻去见主面嘅时间会快啲嘅吓。不过呢个唔系上帝嘅心意啦，肯定。这个是那些奸商他们那些营商手法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看，如果我们今天无论香港好或者世界所有的这些所谓大城市，不能够好好的去叫我们的下一代看见生命的价值意义，他找到真正的出路和方向的时候，这个很可悲。这个就话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一切都变成相对主义，人再找不到我们生命那个的 anchor 在哪里。 anchor 是有真理，而这个真理是在上帝的说话上面，而主耶稣就是我们这个要跟随的那个指南针，他就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这一切我们今天必须好好的在我们有生之年，无论在教育的界别，在我们家庭里面，甚至在教会，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都需要参与去帮助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重新整理，找到生命真正是有出路。我做牧师这么多年，令我最心痛的事是一些基督徒，若然他们是曾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但离弃神，我心里头最伤痛。十二年前我同师母一起在加拿大回流回来，在广福堂服侍，回到来没耐，我听到一件的事，是讲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姊妹，她都结了婚，她因为 她的爸爸有 cancer， 而离世那刻他祈祷求神给他的爸爸可以走得好，离开得舒服一点，但上帝好像没有听他这个祈祷，他是目击他爸爸是极之痛苦的离世，自此之后他生了神，他离开神，他不再回教会。这个我听到，我和我太太师母我们很心伤，我们后来就约了这个姊妹，我们跟他喝茶，我们劝他，不过那时他都未可以接受，我们给他时间，我们都为他祈祷。结果有一晚我收到这个姊妹打给我，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来帮一下我，我说什么事，他说他的老爷心脏病发，现在在医院离流的当中。那我跟师母立刻走去医院，去到医院跟她的丈夫，她丈夫原来是中学的时候都听过福音，但也是离开了上帝，没有回教会很多年，
而当时她的丈夫见到我，在我们走去医院的过程，她已经跟我讲了一些说话。她说，牧师，我觉得今天很需要在神面前我要认罪悔改。去到医院的时候， before 进去见她爸爸之前，她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向神有这个认罪的祈祷？我说当然可以。他可不可以跪在地下？我说当然可以。当时因为很感人的一个场景，我到现在在我 mind 里面，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图画。我就跟这个弟兄，我按手在他身上，我为他这份的真诚悔改祈祷，感谢神。我们祈完祷之后，我们一起入个病房探他弥留之际的他的爸爸。在那一刻，他爸爸听得到，而且清楚愿意作表示，都接受了主耶稣，感恩。后来他安然安息在主的怀抱。之后跟着这个姊妹和他的先生和他们的儿子，自此之后个个礼拜回来讲福堂，到现在没有一个礼拜了停止。感谢神，是吧？感谢上帝。我们看见这个是上帝很奇妙的工作和恩典。故此我今天我仍然相信，任何令你认为很心痛的事，特别是见到一些基督徒不肯回转的时候，请你都用信心为他们祈祷。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到河南周口，我们去做留守儿童的服侍的时候，当我一去到，我听到的一个消息就是他们7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发生。我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祈祷呢？我们就跟弟兄姊妹一起祈祷。当晚祈完祷之后，第二朝我跟蒋丽萍姊妹走访其他很多的一些农村的教会的时候，上帝就答允我们的祷告，倾盆大雨。我说的那些真的不是一滴滴的雨，是好像倒水下来的一些雨。我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人可以做的，是上帝怜悯我们，给恩典我们，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去年当林明才传道，他又去周口去服侍的时候，怎知又经历了好几年来最大的是水灾 flooding， 所以他祈祷求上帝止息雨水。结果他去的时候，那些 flooding 就退晒了，感恩下。所以我们呢，无论求雨或者求神停那些雨，上帝都是很有恩典，很信实。祷告就是我们今天的力量，仍是叫我们面对生命里头最大的一个困难，你仍可以在那里找到出路。早个星期之前，我和师母和有几个弟兄姊妹以及林明才传道，我们一起去到俄罗斯，我们有短宣，我们很低调的出发，我们事先没有跟很多弟兄姊妹说，因为呢我们要去的地方都是敏感的，所以呢我们是完全呢是不讲那些地方。但呢去到的时候，头一天我们大家都比较疲倦，去到入住的酒店呢，因为我们时差有5个钟头，咁喺个酒店里面咧，我哋亦都系要嗰当时已经9点钟，咁咪食咗嘢啦。咁就翻到房嘅时候咧，我因为个手机咧冇晒电，我要先插咗电，所以我一个信息都睇唔到。喺当时入到房，我叫师母就话：，不如你冲凉先啦。我话摊头一阵。咁我从来未试过咧，夜晚9点钟走去瞓觉嘅，我都唔系嗰啲早睡嘅人吓。但那晚呢，不知道睡了落床呢就很舒服，因为很熟睡。在梦中呢，我就发觉好像有人搣我，有人推我，但我都不起身，我继续很 enjoy， 我继续在这里，好像上帝叫我继续沉睡一样，一路沉睡。咁结果呢，到半夜点半钟到呢，我突然间醒了，我好少咁突然间醒了，我觉得咦，点解会系咪有边个叫醒我？冇啊，原来师母已经瞓得好冧啦，但佢又冇熄吉灯，我
我当时穿着件恤衫就是睡了觉了已经，所以我发觉咦，我在哪里啊？等一下醒悟过来的时候啊，快点，我即刻拿个手提电话呢，我就落回下面的 reception， 我搞回个 WiFi， 因为我现在充好电了。我搞回个 WiFi 之后呢，因为原来他们那些手机很得意，那个酒店呢，它不是说你自动在房有 WiFi， 你要在 reception 呢，它逐个手机有不同的 number 输入去，这样才可以有 WiFi， 这么奇怪的、结果呢，我回上楼的时候已经呢两点松一点的时候，当地时间凌晨两点松一点的时候，我打开了手机一大堆 message， 跟着其中一个 message 令我知道我要即刻 take action。我 得到通知，原来我们的同工 Pastor John， 我们英语的牧师，他去了菲律宾读一个课程，读到最后那天就是当晚，他跟一些同学出去吃饭，很开心的，那就吃完饭他离开那个地方要去酒店的过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些地方就喜欢拦住一个地方就找条绳，而他是看不到那条绳，结果呢他走过那个地方真的被他一击的时候，整个人就扶倒了，真的扶倒了、我不用另外一个发音、他真的扶倒，那他扶倒你的手都差不到落，即是太快了，所以他是整块面扑落、扶倒、他都是扶倒，扶倒的时候呢他的鼻梁骨呢是歪了，他的口唇要连了四针，他没了一只门牙、Pastor John 就快64岁了，但呢你知道西人很开放，他竟然呢将他这样的样子即刻 post 了在他 Facebook， 还 before and after、before 之前就挺开心跟同学一起在吃饭，跟住现在搞成这样，我即刻 send 个 message 俾阿 Pastor John， 因为我哋时差有五个钟头，我两点几，佢已经跳咗五点，即系七点几嘅，佢醒咗啦。我话俾佢知，为你祈祷，求神俾你有好嘅康复。我即刻直发个嘅WhatsApp message 俾我哋全教会办公室同工、执事同埋我哋教牧团队，大家一齐为 Pastor John 祈祷。好感恩啊 ，Pastor John。靠赖神的恩典，他昨晚已经在我们当中英语堂正道了，是不是、他应该重新站立，他恢复得很好，我昨晚见到他的样子，我说哇你真的恢复得、好像还英俊了，他说是 做了 cosmetic surgery、他说他有医生帮他整一整，移回正那个 鼻梁骨，那就正回了，现在是差一只牙，那这个礼拜要见牙医，他说我从来没那么期待要找牙医的，因为要补翻只牙，一个意外。其实我哋做传道人每个礼拜都有呢啲惊喜，但有时系惊吓，即系我哋系要靠赖上主嘅恩典，就系咁样。每一个嘅情况，我哋都相信系要靠祷告。弟兄姊妹，你今日你点样面对你生命嗰啲幽暗嘅地方？有位弟兄邀请我去出席这个慈善的电影晚会，我知道他看什么戏，这套戏就是 The Shack， 很出名的、五年前牧师在当中都有介绍过这本书，叫做小屋，在台湾播放的时候就叫做心灵小屋，在香港播放他的翻译就叫做变做天堂小屋，两个翻译我都觉得 是对的，因为这个作者，基督徒的作者，加拿大人来的，他写这本小说就说，你生命里头你最令你忧伤的一些事情就是你的阴影来的，那些你就好像在你的心灵的深处建造了一个屋仔，你不敢给人看，但是你却是挥之不去的东西，这些只是在那里你有伤痛，你有羞愧，你有内疚，或者你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怎样去处理那个挣扎。这一本小说动人的地方透过这个电影是很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个主角就是讲一个爸爸，
他带着三个仔女去露营的时候，个仔争啲余力，佢跳咗入到个湖里面咧，救翻个仔。谁知一上岸嘅时候，个细女最细嘅女唔见咗，俾人老拐走咗。拐走咗之后，不得已仲带到去呢个小屋里面咧，就谋杀咗佢。结果连尸体都揾唔到，原来呢个系一个变态嘅罪犯嚟嘅，剩翻件衫，充满着血迹。爸爸。在警方的带领底下去回这个案发现场，他心里头很悲痛，经过了一年时间他都没办法平复，所以一年后他自己独自一个人，他很想去回这个小屋，去回这个案发现场，他去质问上帝，他说上帝为什么在我的女孩他遭遇这个最大的悲剧的时候，你不出手干预呢？你不制止这个罪犯去伤害这个无辜的女孩子呢？上帝不是沉默，上帝也没有缺席到。上帝在这个的电影和这本小说，他是透过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人的形象，按照这个小说的作家，圣父是一个非洲的一个女性来的，圣子就是阿拉伯的一个男仔，而圣灵你估是怎样，就是亚洲裔的女仔。哇，这样听到你即刻有些人说，哇，这样讲三位一体就是异端咯，是吧？嗱，请大家不要用教义性那个批判先，因为这个是电影来的，是一个小说来的，但是它里面你要 get 到的 message 更加重要的，就是上帝在我们最深层的痛苦和挣扎里面，上帝没有丢弃过我们，上帝永远是没有缺席的，是只不过我们误会了上帝。所以这个主角向上帝作出这个控诉的时候，上帝反问回他，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这些悲剧那些问题是人的罪自己选择产生，上帝赋予人有这个自由意志，是因为要我们有真实的向他的爱作回应。上帝不是做机械人出来，上帝不是做一个电脑程式出来，真正的爱是包含了你自己自由的抉择，你愿意去选择，你要拥抱上帝，你要至死你要跟随上帝。这个是我们今日我们仍然相信上帝被有很多人误解了他，而今日人类所面对的种种的这个苦难的世界，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产生，产生出来这些各样的悲剧，是因为人那种的罪孽而带来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带来是牵涉很多无辜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要将责任推翻给神？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回转回到上帝的面前，在那里我们说这个是上帝的恩助，我要在那里让神他亲自抚平我内心这一切的伤痛。主角在这一套电影也在那本小说，原来他自细有另外一个很深层的这个的伤害，就是他的爸爸，他肉身的爸爸在教会做长老，但在家里是一个醉酒的人，每一次喝醉酒他就是打他的妈妈，而他小的时候要阻止他爸爸去伤害妈妈的时候，他自己都被他爸爸虐打，就是这种这么大的苦痛底下，上帝要他同他的父亲都复和，很难是吗？但原来在耶稣的十架底下，靠着他的恩典和他十架的宝血，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今日上帝仍是要我们看到他在他眼里面是没有绝望这回事，好像另一位作者他所说，无论生命有多荒凉都好，他可以将那样东西变成灿烂和芬芳的花园。今日你认为你生命走到尽头，或者来到一个的幽谷，或者一个很黑暗的处境，你好像无路可行的时候，请你记住，你永远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有新的出路和那个盼望。
我哋唔好自暴自弃，我哋回转归向神。Life begins at the end of your comfort zone。我哋要走出我哋自己呢个舒适嘅地带，我哋都唔好隐藏自己。广福家神嘅教会就系一个群体，我哋带着耶稣基督嘅救赎同埋佢对我哋嘅医治，以致我哋可以彼此，我哋抚平各人心里头呢个小屋嗰啲嘅伤痕。弟兄姊妹，唔知今日你嘅小屋系啲咩嘢？呢本作者讲呢个小屋就是你生命里头最痛苦一啲嘅挣扎，但是佢埋藏喺你嘅心底里面，你唔想俾人知道，但上帝知道，你自己都知道系啲咩嘢。今天我邀请你打开你嘅心门，都让上帝去抚平你呢个黑暗里头嘅呢种嘅创伤，让上帝去医治你。我哋一起祈祷。在我祈祷的之前，若果你心里头有什么挣扎，或者你知道是上帝透过这一篇的讲章要对你说话，你不要抗拒。我们个个人都瞇埋眼，瞇埋眼，我不需要看别人，但 我很想为你祈祷。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今天圣灵光照你，你看到你心里头有这个小屋，你这个小屋里头埋藏了多年的一个你的创伤，你需要神的恩典、神的医治、神的抚平，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祈祷。我看见，我看到，我看到很多的手都举起，我看到，我看见，请放低手、在前后左右很多地方我都见到有弟兄姊妹举手。我很相信在基督的群体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受了这些的挣扎和心灵的枷锁，挥之不去多年的事，可能就是你和某某人没有办法去和好，可能就是你曾经做错的一些的决定，你很内疚。无论什么事情都好，上帝很清楚，你自己都知道。在这个时候，我请你向上帝心存这份诚实的心，让上帝介入你的生命去医治你。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有的时候请你举手。好，我见到，请你放低手。我见到，请放低手。好，感谢主，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刚才举手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心里头在他们最深层的这些的幽暗和挣扎的地方，主你知道他们的痛苦的所在，因为耶稣你都经历过这个客西马尼园那种的挣扎，但你愿意是顺服天父的心意。主啊，愿意你今天都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向你心存诚实的心，你向我们施恩怜悯，也都带领我们走出这个流泪谷，让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可以彼此代祷，我们互相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互相你都去饶恕，也都得着疗治。愿上帝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同心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